The Seraphim 前往中南大学进行表演，在激烈的舞蹈当中，一人只手麦的边唱边跳，超强的实力真的稳到不行，超级羡慕现场的观众们呢。而在演出进行到一个段落时，女孩们要到后台去喝口水休息，没想到忙雷恩才没发现姐姐们已经下台了，突然意识到后慌张的小跑步真的可爱到爆。Seraphim 全员都有着独特的风格，相信没有人能够抗拒他们强大的魅力啦。